海鸥集团今日正式加盟世华多媒体私人有限公司创建的新一代电子商城热购。广大的消费者往后可以通过热购平台购买海鸥的医药和保健产品，既方便又容易。对我们的公司来说呢，是一个叫做锦上添花了啊、哦，也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了。世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新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黄泽荣也相信，海鸥在原有这么强大势力的经销网络基础上，进一步的再借势力而起，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企业策略。如果能够得到海鸥的助力衬托跟相辅而行，必然也能够助长这个 lock on 进步的步伐，甚至可以牵引着这个 lock on 从华裔消费群众走向非华裔消费群众的地步。海鸥集团董事经理陈凯西则说，由于世界一直在变化，他相信如果不早踏入网络平台，也许海鸥也会慢慢被淘汰。你们今天走的这条路是一个新的科技，是一个新的这个方向，而且呢也是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叫做寄望哦。这一次的这个合作在你们的指导下了啊，跟着走你们这条路，我相信也应该一直也能够取得一定的这个成就啊。这个时候我感觉是陈凯西先生第一步就像40年前一样借势而起，这个是